A12 完整艇身超4300米，至此深海一号27钻井总径尺已超50000米，相当于6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。钻井作业总体进度达到了90%，为项目按期投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构建包括深水高压井安全控制技术、集中式井口规模化作业技术、深水深层大围井提效技术、深水长效生产保障技术等4项关键技术在内的核心技术体系，确保深海一号二期工程钻完井作业顺利实施。